Hello，大家好，这里是第三侃世界。摩纳哥亲王又要去做亲子鉴定了，渣男如他，私生子如雨后春笋。也许有人不知道摩纳哥，在法国的怀抱中有一个国家叫摩纳哥，法国和摩纳哥的关系可以说是紧密相连，无法分割。摩纳哥国土面积只有2.02平方千米，总人口不到4万人，但它被法国紧紧包围，国民说法语，受法国保护。连铁路线都是由法国国铁管理。更神奇的是，在1919年，摩纳哥同法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一旦摩纳哥国家元首逝世而没有男性后裔，摩纳哥将并入法国。虽然说2002年摩纳哥和法国又签订了新的能表达彼此是好基友的约定，就算摩纳哥的国家元首无人继承，摩纳哥仍然为独立国家，法国还得继续提供防卫。但是摩纳哥亲王必须得有儿子的这一观念，深深地刻入了王室成员的心中。摩纳哥只有男性后裔才能继承王位，而摩纳哥王室并不承认非婚生子，也就是说，即便是被亲王承认的私生子，也只能分家产，不能继承王位，没有王室头衔。曾经的摩纳哥国小人少，默默无闻，能在国际上一举成名，全靠上一任摩纳哥亲王雷尼尔三世。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娶回了风华绝代的好莱坞传奇女星格雷斯凯利。即便婚后1个月，这位亲王就出了轨，但格雷斯的到来帮助摩纳哥的旅游业提升了 N 加一个 level，成功让摩纳哥王室出了圈。作为儿子的阿尔贝二世也走了父亲的老路。我们来捋一下阿尔贝二世那些私生子出现的时间线。2005年7月6日，阿尔贝二世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私生子，出生于2003年，这是他和法国航空的空姐的结晶。当初曝光的轰轰烈烈，上头条做 DNA，反证实锤到无法说不。2006年，阿尔贝二世第二次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私生女，出生于1992年。这次认亲非常之好笑。前一秒，阿尔贝二世还嘴硬，我不认识这女人，我要告她诽谤。下一秒，DNA 亲子鉴定结果出炉，阿尔贝二世秒怂，抱着女儿就说 "Sorry，我的宝贝"。而且认祖归宗之后，阿尔贝二世还挺宠这个女儿的，给她配了保镖，带她出席各种活动。就算没有公主头衔，这姑娘也过的是摩纳哥公主的生活。2011年，阿尔贝二世的第三个私生子再度找上门，这孩子根本就是他和夏琳订婚之后才有的。阿尔贝二世为了颜面，恼羞成怒，拒绝承认。2011年7月，欲盖弥彰的危机处理加秘密合约之后，阿尔贝二世和夏琳终于举行了婚礼。你们以为这第三个娃的妈会这么就善罢甘休吗？去年第三桩私生子的官司再次找上了阿尔贝二世，提出诉讼的人正是当初亲王拒不承认的私生子的亲妈。这位女士是一位巴西人，常年在意大利生活，今年35岁。去年12月，她直接提交了法律文件，要求阿尔贝二世进行了 DNA 亲子鉴定。这事儿亲王都已经做过了2次，熟能生巧，但这一次亲王貌似不太想就此认命。原本法庭听证会将于今年2月举行，但亲王的律师在法庭诉讼中申请了所谓的主权豁免，拒绝承认这第三个私生子。在这里小科普一下，主权豁免又称皇家豁免或者是君主豁免，大概就是说法庭无法强制要求君主遵从法庭的判决，保护君主免于受到民事与刑事起诉。